性子，完美主义者，强迫症，蛮多次都是摔出来。如果立即性的伤害就是摔出来，我可能有脚跟有裂嘛，就直接你可能看到这样喷出来啊，直接掉在外面啊。希望可以拼国际赛奖牌嘛，因为我觉得这是目前还没有人达成过的这个项目。因为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目标，觉得我要就要做好，我不要做那种一半一半的。